豆秋拍安怎？这食吼，切准很好用。那个肺部里面的痰，都要你把它洗一洗，用盐巴啊，洗干净一点哦，用冷水、热水，然后冰水洗一洗，然后用盐巴放在嘴里面，把它咬一咬，汤汁喝下去，如果有渣渣就吐出来，吃了两次、三次就好了，那里面的痰就会出来。还有我有一个客人，他全家都确诊，大小六七个都确诊。我呢弄了一包，差不多一两斤送给他。他说我救了他们一家人。他说全部都好了，今天就出来了。他说全家都好了，他好高兴。他说要跟我买，我说我没有卖，我这个是送人的，跟人家结缘的。我就叫他说你要整有根的拿来擦。他说他已经擦下去了。我说没有那么快，一个礼拜过后他会长出来。然后你再救人，如果有人确诊还是怎样。就肺部有痰的话，你就跟他讲说吃这个很好，哦，你就跟人家讲这个是好事。他说他会，他很高兴。他说我们救了他全家，哦，七个人，学习功德，哦，真的豆秋汤，豆秋汤，哎，洗洗洗洗，哎，要洗干净，洗干净，哎，用冷水，然后再用热水，再用冰水把它洗一洗，然后放盐巴。这只要有，就像加甘蔗呢，还包，吃什么一样，吃菜一样，然后那个渣渣吃不下去，我都吃下去，渣渣是我都吃下去，按我吃不下去叫做吐出来。下午可以吃啊，下午的时候你看立马下午吃，嘿，没有，我都没有分时间的，早上晚上中午都可以吃了。这个真的很好。哎，问你啊，这次确诊的消炎啊，确诊的人不知道要跟他们讲，说真的。这个豆秋方很好用，好，感恩分享，赞赞，学习赞赞，学习功德。